我今天决定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哦。我现在只有一个人在这个鬼地方，我先看一下附近周围，有一堆丧尸在这边。我决定今天要去一个目的地啦，但是去之前呢，我希望是能找到一个基地，我们下去看一下有没有车可以开。哦，有一只靠过来了，这应该先不用解决它吧？我们先到里面去看一下，啊、这边应该不会有什么歌舞厅小姐、丧尸之类的啊，让人有点小兴奋啊。这附近僵尸有点多，先把他们处理掉。我来看一下这台车可以开吗？这台车不能开，好样的，烂车一台，垃圾车。哎呦，这个大哥的头抛出来，哇，吓死我了！哇，我要一个够大的地方当做我的生存基地。哎，开玩笑，我们幽灵哎，你们当我耍个嘴哦，哦，砍死他们！哦哦哦，还喷钱。谢谢谢谢，你们觉得如果停车场当基地怎么样？这里应该不错吧？上面还有一堆车，哎，这些车是好的。肥肥丧尸，砍死你！阿姨丧尸，撸死他！我这开三刀怎么威力有点强？这里只需要把下面挡住就可以了，我觉得这边很 OK 啊。等一下，有一个丧尸靠过来啦，我现在很慌张啊，先把解决掉啊，大哥，我在盖基地的位置，哇，我出到拳头，哇，来开三刀。砍死你啊！一刀一只，开玩笑啊！来一边当墙壁，一边当作是出去的地方。等一下，那个丧尸阿姨，不要靠过来，不要靠过来，不要靠过来！打妹打妹，你不要趁我在盖这些东西的时候靠过来，把他踢到外面去，滚开啊！警告你不要再过来啦！那个我需要一个门 ，get， 给我个 get！ 呜呼，有一只靠过来，我先盖门。啊！被咬我。很极限的时间 ，OK， 我把门锁住了，他应该过不来吧？哎呦，这门怎么大一个？嘿嘿嘿嘿，过不来了吧？哈哈哈哈。哦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车可以开。哇，这全部都同一台车，这车有点垃圾啊。那这里就当做我们幽灵的暂时基地了。然后我要开车出门，这样太累了吧？大哥，你出去好不好？哎，锁门锁门，我这样可以锁吗？完蛋了，我这样锁不了门。等一下啊，不要过来！哇，他过来，他把我扑倒了！哇，不妙，快跑！我这冲锋枪套路，去死吧你！射死他们，射死他们！哎，这个门会自动关起来啊？那我应该是不用锁啦。在去市中心冒险之前，我是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来找一下这边的幸存者？这里听说有一批好人。有了有了，好轮啊好轮！那个，我们优先让小姐姐加入 team 哈。你们这些拿棒子的，这些棒子给我滚开！来，有没有小姐姐们？有没有？哎，没有啊！要不要加入我幽灵啊？我很 carry 哦，小哥哥，好，快快快快快，上车上车，赶快跟我来！这里一堆丧尸，快点快点快点，闪人！我们要先去市中心。好，快到了，这里我是觉得观众是很会选啦，但。我可以不要进去吗？你在这个地方等我好了，希望我等一下回来的时候你不要被吃掉。我先进去探一下路啊！我只能说你们真的是有够会选，选这什么破地方？这里面会有什么物资吗？会不会有什么超强武器呢？怎么会有一个轮椅啦？这里就一个萤火没了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真烂！好，我们出去吧，烂地方。喂，吓我一跳！你们是谁啊？怎么那么多？你们是来加入我的是不是？啊，你们不会帮打哦？怎么来了一堆棒子加入我的？现在是外面那个小哥哥，他找了几个人来帮我们，是不是？好好好，那你就在这边防守一下，好不好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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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怎么一个丧尸？没在丧尸在那里，把他处理掉。行不行，交给你们，我继续去里面搜索。我觉得他们需要支援啊，我狙击枪给他掏出来。哇，超多只的啦！等一下，有人在攻击我，谁？枪械好像从这边来的。那里有台车。是那台车吗 ？Oh my god！ 有人，搞偷袭啊！你们搞偷袭也不搞准一点，好险！哎，我觉得现在气氛有点紧张哦，气氛不对哦。刚刚那两个棒子好像去了哦。等一下，这里面人会不会太多？你们两个又是哪里来的？你们可不可以先把他们处理掉，好不好？我看阿姨挂掉了。大哥，现在只剩我和你咯，你如果再不听从我指挥，我要放生你咯。大哥，夜晚降临，丧尸要变得更加的狂暴了，我真的是傻眼。
要求我，这也太多丧尸了吧。哦，好，这边探索完了，刚刚这里是有一些幸存者，只是现在很尴尬的是我带了一个幸存者来，又只剩下一个幸存者。你们选的位置真的很棒啊。好，我们要去下一个目的地了，观众投票下一个地方是旅馆。而且一回头大哥不见了啊，胖胖大叔在那里，他是不是过不来？好吧，我们要跟胖胖大叔 say goodbye 了。对不起胖胖大叔，你在里面继续的对付僵尸吧，加油。呜、哦、好，我们要前去旅馆，应该步行就可以到达。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，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不要理他。 Oh my god， 旅馆应该是安全的地方吧，两只在追着我了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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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、跑过来了跑过来，呜呼，旅馆就在前面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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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你的声音，开靠，你怎么过来了啦，你怎么还活着大哥你活着，你帮忙打一下、啊、大哥，你还活，你嘎的嘎的嘎的起来他被扑倒了，门口那个他竟然还在，他死了是不是？哎，他挂了，大哥辛苦你了，你从这么远的地方跑过来，结果你死在这个地方 ，RIP 哦，大哥。哎，好暗哦，这里晚上超暗的，这旅馆很木汤哎，看起来是没东西啦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离开这里啊？那家伙在这边紧盯着我，去死吧你！安全，我们跳下去了。好，我们搜索一下这里面，谁？想干嘛？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我先拿小枪好了，不然我的步枪子弹真的会没有。这边是不是可以进去啊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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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等一下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要躲在那后面，给我过来啊！这里好像不错，我们要不要先在这边睡一晚看看？不然晚上出门哦，基本上应该是会直接死去啊！不然你们决定了、啊，让我看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。我先生个萤火，我好冷。56%的观众投了是，你们真的是太嗜血了。吼、哦，那我就遵从你们的意见，今日不睡觉，起来嗨。等一下啊、哦，这旅馆外面、哦、僵尸有够多。Oh my god！ 我先把附近的僵尸处理一下，我们再出门哈。我们这边的车子没有一台可以用，我不是有汽车修理工具吗？我换个位置，嘿，在我下面嚣张啊！把他们全部解决掉。哎呦，这个还没死。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，你们投票的地方是饭店，好，我们下一个地方前往饭店，走吧。 OK， 我们现在抵达饭店了，各位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选的位置哦，你们选的位置真的是蛮不错的，对，就是你看这是什么鬼地方，我们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哎，这草丛会不会太高了一点，没办法，你们要夜间行动的，我只能那么夜了好不好。哎，这里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我们走这边，里面有一个，哎，他怎么走进去，等一下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右边可立。哎呦，又走那里，我觉得有点恐怖，有点阴森，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有枪声，有枪声，外面有枪声，看不到，这里太暗了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我去找一下那枪声来源在哪里。哎，这里面有车，哎，哎，有人在我车子前面哦。小心小心，找掩体找掩体，哇这么派，糟糕，附近很多僵尸，先处理了。他在哪里啊，没看到他、啊、幽灵匍匐前进，啊谁认识我，看到他了，要跟我对枪是不是，还有人吗？还有一个，听声音在里面。哦，他找出来了！哇，他们躲在草丛里面，看不到，挂掉，挂掉，挂掉。
搞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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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理掉了。这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好啦，我们就要去今天最后一个目的地了。前面这个坏掉了，哇，真的很糟糕。这里附近有没有友好的幸存者？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先去载他们。安安 ，Hello，Surprise， 我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撞到人了吗？不干我的事啊！你们几个人要不要跟我走啊？哎、欸，那个怎么冲上前去死啊？那个大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不要拿近战武器，我们先要扩充我们的武力。我把我这把步枪给他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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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撤退撤退撤退，跟着哥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大哥是不是受伤了？完了，他受伤，他受伤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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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车上车，成功就要两个人。哦，这个地方我不管了，我要越野了 ，off road 的一波过去了啦，越野越野越野。越野卡住了，我们这车垃圾越野车过不去啊！兄弟们，跟我走吧，还没到后街啊！哇，后面那个大哥真的快不行了，好险我没把机关枪给他，掩护他。你边走我边掩护你，后街好像在这一带哦。这大哥我看起来你真的快不行了，没关系，他如果快湿化了，我们直接把他解决掉。哦哟，这边果然有一个。OK， go go go。哎呦，这台车可以开回去吗？这台车是生锈了，我傻眼。哎呦，这里好高哦！哎呦，哎，这里会不会是别人的营地啊？哦，这里不错呢哦。哦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，来吧，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目的地了。这里是怎样？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个挡在这啊？你们过得来吗，大哥们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呀，这里怎么有这个？哎呦，哦，你们很会选嘞，选在最后一个地方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哇，这个停在这里面好不明显哦，超级迷彩悍马车，这个、超帅！各位观众帮自己刷一波六啊，竟然在最后一刻找到了这个东西，哎，武器箱来了，我们不演了，还不去舔个物资？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轰了他，轰了他！开轰开轰开轰，快点！大哥，我这台悍马车不是给你这样乱射的，来教学你一波。我告诉你，教你这个怎么射，这就是给他开到底就对了，好不好？管他里面后面还有没有人，先开下去再说。后面还有没有人？谁敢过来啊？谁敢过来？直接轰炸他们。OK OK OK， 这里面好像还有人哦，绕一下这里面。开点物之前要先确认一下里面到底安不安全，没有人啦、啊。哦，来开点物资，舔，捡到什么东西？榴弹发射器666啊！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哇 ，MK2 狙击枪都被我拿到了！哇，哇，这把凶！哎、欸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大哥？大哥卡在建筑物里面，直接帮你解脱。OK， 我们填完武器了，回家回家。今天满载而归。我们收集了两个伙伴，然后呢，还拿到了一个悍马车，可以回家了。完美的一天，到家了，到家了啊！我们的家多么的安全，哎，你看还会自己开门，是不是 ？Very very nice， 这这个基地超赞的吧？看这边还可以瞭望，这边可以这样子走上去瞭望台，有没有？哦，大家，幽灵大哥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那个是什么？哇，武装分子！你们知不知道我谁？老子刚刚才拿到这个东西啊！去死吧你们！怎么炸了一下，博主爆掉了？这就是我们幽灵连长的生存日记，感谢大家收看。